为了鼓励大家搭多啲酒吧，同埋提高大家嘅卫生常识，所以酒吧已经做咗一系列嘅预防措施啦。喺呢个 moment， 我要爆啦！阿车长，嗰只爪子，你听唔听到啊？等下架啦。我几时啊？睇 F1933啊。睇住啦，15分钟啊。我开车啦，挂啦，挂啦。清洁酒吧，悲伤安心地回家。车长有后爪啦，常首先多拨牙。无论冷气车上，度假枪消毒咗啦。酒吧守护大家，你知道吗？坐上酒吧，各位好贵舒适啊。无论 everywhere 啊，员工都 on duty 啊。新年流流，记得 like 酒吧私站，酒吧祝福大家，你知道吗？深夜酒吧，酒吧会送你回家，每个夜晚回家，仲会有 N 车搭啊，请你安静二啦，为贵在。